韩粉冲高雄，现在在爱河河畔的小型国瑜夜市已经有好多韩粉聚集，而包括了香肠瀑布、黑轮哥都出现。中午开卖其实已经卖光光了啦，赶快紧急从外县市补货。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现场记者王书宏。好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目前我所在的地方是爱河的河畔，刚刚下了场大雨，现在出大太阳了。目前在国瑜夜市，你看看有没有满满的人潮，有没有很厉害？是不是？来，给我点欢呼声！你们今天来支持谁？韩国瑜。希望韩国瑜做什么？对，好的，我们可以听到许许多韩粉们来这边，就是要支持韩国瑜来选总统。那目前是在整个国瑜夜市这里啊，哇，真的是好多人啊！为什么人这边这么多啊？有没有看到香肠瀑布哥、香肠哥你好，哦，这块有力啊！对对对，哦，真的是逢寒必到嘞。是是，我是对。今天准备了怎样子的瀑布，要来给我们在地的乡亲来品尝一下。带碗过来，早上我们都逛满了香肠，现在是这里啊，10点多开始。今天准备多少条啊？今天准备3000条而已，到100条。对，不，100条超过了。哦，100多条。怎么还有？哦，是是是，我后面还有300多条。哦，那就休息，等一下不到晚上全部没有了呢。有，马上就叫人家在补货上。是是，我还在补货。要再补多少过来？准备可能还要后面再补个200斤。那明天的话，可能另外再补400斤吧。200斤大概多少条啊？200多条，2000多条。2000多条，对，3000多条不够卖，要再补2000多。哇塞，那真的是很恭喜你。好，可以看到香肠瀑布卖到瀑布都快没有，现在还要继续来补货，但是还会再来送个大概2000多条。那除了香肠哥，还看到哎，这边有没有？有，是不是也很多人 ？Hello， 你们来买什么？买鸡胸肠、黑轮呐，都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对，我们来高雄就是要干嘛？要来买光，要来花光，对不对？看这里，其余黑轮，是，这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黑轮哥立赫，立赫立赫，我们是台南的皇家其余黑轮哦。今天准备多少黑轮要给大家品尝？9111条。怎么会选特别选这个有点敏感的数字？因为911很出名啊。你喜欢911？对，我喜欢911。他没有准备破万条啊？有，我今天要加码。是，还要加码1000多条。1000多条，那就破万。今天我还剩多少的？还剩大概4000多条而已。哇，那其实时间才过个几个小时，都快已经过完一半了呢。对啊，因为这里的乡亲很热情啊。是，买气很恐怖，吓死人了。我们可以听到，其实，在国瑜市边买气都是下下脚，不管是香肠哥还是黑人哥，哇，东西都卖光光，哇，那种我们这位大哥真的是很热情。你从哪里来？苗栗来。我苗栗来。苗栗没有造市场，特地来高雄。哦，那可以看到这边韩粉们都非常的热情。国瑜夜市虽然说从中午以后才开卖，但是已经很多摊位已经卖到快没有了，只剩下一半都不到，还得立刻从外县市来补货。如果想来国瑜夜市吃美食，你要快一点了，不然价更好吃的就都卖光光了。以上是来自高雄现场情况，主播。哎，回到现场了，太热太热情了，真的哈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啦哈。重点是热情到什么？热情到今天大政治大爆挂，一走出来发现，哎，大家都走出来了，我们不行哦，我们节目要延长哦，我们延长到5点半哈，跟大家一起。是，而且呢，大家每个人哈都是捐献自己的力量，像什么星巴克今天准备什么 Hong Kong M 来买啊，我今天好准备啊。就想了市长签名的唯一，哎，这上面写韩国瑜，韩国的签名，对对对，来这个茶饼啊，这个是什么的啦？茶饼，普洱茶，普洱茶，很贵，这个很贵，这个是要纪念哦，感谢咱韩国瑜市长，啊，给他一个重点。是要来响应啊！哦，这个国姓大哥哦，咱要来赞助高雄市卫生局，中央不挺高雄人，我们百姓自己来挺高雄市政府。所以讲哦，咱两个民众捐赠了200万哦，来透过李梅珍来赞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。其实这个画面，高雄人啊，很心酸啊，那种心酸的讲，这个中央政府啊，
已经疯掉了，真的没有顾及高雄啊，这个登革热疫情的严重性，所以今天那么多人站出来来响应这个啊活动，义卖活动啊，我跟你讲，无分男女老幼，无分好亚善，每个人都站出来哦啊，希望讲哦，你们中央政府看一下。你们现在是跟人民对干，不是跟韩国瑜对干。青茂哥啊，哈，孟姐，你今天在造啊？只不过你大包小包黑龙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帮青茂哥拿、拿这么多啊，这些全部都是青茂哥的。你那是光华真啊？今天哦，捐了一颗数数片，一箱扛整箱过来，虽然是义卖，绝对要好东西哦，不是乱来的哦。啊，今仔日这响应这个义卖，要赞助高雄市卫生局，要来做这防疫，是一种很好的活动。今天听说哈，每个人都准备自己的东西，而且要义卖到晚上八点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不怕，为什么大概长？因为你像你这人哈，你就半路杀出来，你就赶紧啪啪啪开拍落来啊！是。现场拄好听这主持人在讲哈，已经哦卖了惊，暗时八点卖不完啊。我跟你讲，一定卖完，绝对卖。台湾，这路人搁一堆下国旗的，穿国旗装的，很多都在路上吼。没有，我们说北北玩是因为哈，有人买了十个，他全部又捐出去，他买了，他又捐出去，买了又捐，买了又捐。所以讲北北玩呐。所以讲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人民支持高雄市政府防治登革热，这是做防治的啦。这世界哦，先进国家看到是一个很讽刺的啦。对，哦啊，所以。中央民进党政府想一想啊，哦，啊，我嘛要直接讲一个啦，吼，民进党政府，恁呐今仔日对农渔民真正安尼卖鱼散嘴，要甲讲这资金买大陆是袂使。我甲恁讲，如果呐无正常的手段，哦，真正这农渔民会站出来。哦，这一点我们从昨天到现在，大家哦真的愤愤不平啊，尤其农民跟渔民。哦，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当局必须要啊审慎处理。哦，买大陆不是啥物资金无正常的。哦，有证据拿出来，不要在那边放风声。对，今天呢，为什么青茂哥要特别讲这个那么细？就是因为很多农渔民，他们呢量产过多的时候怎么办？对，要赶快销出去、啊。对，韩国瑜到港深澳去52亿订单，就被说我跟你讲，对，你刚刚有分拆的。一天，新加坡来到台湾，讲加码呢，加码，咱的农民，咱的渔民的辛苦，那种的欢喜，感谢韩国瑜都来不及了。结果中央现在说情报单位北京北台就北西北，啊不是要买一堆，所以讲我干嘛讲哦，不要这样操作，农民跟渔民很辛苦，栽种出来的东西好不容易韩国瑜帮他找通路，是养出来的鱼好不容易韩国瑜帮他找出路，你现在要说什么红色的人民真的看不下啦，啊我跟你讲，我长得都联络。转台农渔民，如果民进党政府对咱的无情，咱对因万免客气，这真正实在，人讲孰可忍，孰不可忍呐、啊？是哦，所以讲我做一个农民主题，我是对这件代志非常的愤怒，哦，非常的愤怒。啊，感谢咱中天电视台，和阮这段时间，这庶民，尤其这的农渔民，哦，真的做好我我的关声，所以真的足感谢你，啊嘛感谢今仔日所有的人。今天做老院，做老院。我们今天也是算是庶民发声台的一位延长版哈，到了高雄，而且还走路哦，一直走一直走，不定点的，因为给大家彩蛋啊。重点是什么？今天呢，其实一直有人在讲说，等等可能有神秘嘉宾来现场，神秘嘉宾跟他也来很顶哦。会，蔡宏江。哇，一磊，我不能讲哦哈，我不能讲哦，秘密哦，市长会来哦，秘密。你说你不能讲，我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市长会来，市长会来了，我不能讲，市长会来，好像是。5点左右，不能讲，对，我不能讲啊，我都没讲啊，啊，你们期待了，应该会碰到市长啊，机会搞掉了，我多买几买哦，我多买啊，其实那个贪蛇鼠啊，贪蛇鼠哎，贪鼠蛇啊，很多后面可能会搞起。好像在过年啊，好像过年、欸。我等一下来帮忙拍卖。哎、欸，喜公你这韩国瑜啊，吼，吊郎公穿着国旗装，带着国旗物来高雄旅游，啊，够这侪人
上来啊？有啊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很多景点哦，刚刚有回电话，很多都看到韩家清拿了国旗，也真的很开心。你讲哦，为什么这些人拿到国旗，高雄以前没有国旗，现在拿到国旗哦，开心的当然骄傲了，还有我们的国家呢，单条代表咱的国家，所以讲哦，这种的热情哦，真的不简单。来，金茂哥，我们一起转过来看来这个地方，你看哦。我跟你讲，数钱会数到手软。我跟你讲，义卖，今天的义卖小软件啊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很厉害。来，这种是人民的外挂机，这种是人民的外挂机，人民的赞助，高雄市政府，民进党丢不丢脸啊？民进党啊！好，你看哦，这个大家好，疯狂在数钱，这都是每一个善心人士、一般的民众，不是大财团，是一般的老百姓，跟你我一样，捐出来的1000块、2000块、100块，好，你看这边都是，全部都是100块，它可能代表说他一天的吃饭钱，但是你看，甚至还有5块、10块、50块。他们为了什么？要来力挺韩国瑜的登革热哈。好啦，起码他跟我来讲啦哈。今仔日吼，这恐怖的啥叫？恐怖是无主哦，伊这里涌入，你知哦？你多少大家来哦？啊，这边吼，有人是用啥？你啦，家己做的花啦哈，啊，家己做的这物件，这些呢都是这些小东西呢，都要家己提来。你要家己提讲啊？我要跟你讲，今仔日这是一个，拿民主国家来讲，民进党政府丢脸丢大了。民进党政府你丢脸丢大了，老百姓来支持高雄市政府，啊，你看看，丢脸丢大了吧？哦，这拢是人民的心声，人民的心情。所以民进党你自己要加把劲啊，说清楚一点，哦，不要光说不练，用行动，像这样用行动支持高雄。支持高雄270万的市民，生命财产安全，哦，真的很好。阿宏哥，你怎么看哦？大家哦，用钱把义卖东西都快要买光光。哇，你看到人来，你一个人尔，啊，即卖你看到这多人来，5万、1000、2000、3000，有人捐60万呢。啊，你都爽未提啊啦！阮高雄真正都有救啊啦！真的，我是不要爽，爽未提。几年啦？安尼就爽未提啊！七级啊！系啊！啊，你看吼，有人吼关买物件，啊买啊个关个买，关个买。你看咱规台湾全省，阮这小来百姓呐，为着阮高雄人付出偌济啦。看伊为着阮付出偌济啊！你甲看恁安尼，恁安尼民进党执政偌久啊？恁有看到无？目睭白甲大蕊的，恁有看到无？哈！阮正家己咧救家己，是安怎？阮会安尼做？恁就是啥物话拢无爱互阮，逐项都无爱互阮。啊！你要叫阮的市长安怎做？敢毋是？啊！恁政府一个罢免。拜托您，您莫阁乌爸母啊！您拢是有读册的人，我是真正无读册兼无卫生的人。我著看有，我著想有，啊！您为啥要安尼对台湾？拜托您，莫啊，唔好啊，真正的。所以我们我拢讲，家己高雄，家己救啦吼。啊，今日看到遮侪人出来，你家己听，这不只是高雄人诶，全台湾拢来咧，拢来。拢来啊！你也看，咱台湾人是真正非常的团结的，啊，莫阁敢想讲要敢挑做两边。送你三亿不可能！我这些人吼，拢响应韩国瑜讲吼，2天1夜游高雄吼，就是要来高雄这边买光、吃光、花光啦。所以今天你会看这个高雄，是不是很久没有这样子这荣景了？韩国瑜上任之后，当然很多人来，但是呢，才一个礼拜就号召那么多人来，很厉害呢。这不是好久呢，从来没有过过，我要50岁啊，从来没有看过。就是咱高雄当欢迎的时阵，都无这个情景。高雄当欢迎的时阵，无这个情景。这是头一遍，啊！我呼吁咱全台湾全省的好朋友，有闲都爱来，不是这两天来了就无来哦。安尼恁就把我们忘了，别塞进来。有闲就一定爱来阮高雄行行看看，哎，今次你真正有好山好水，很重要。哎，今天就我做为一只，今麦吼，今麦佫甲我讲讲安怎，你是行边有人等钱个？你今麦吼，
跟我叫，用钱要给我来钱来钱来，黄安三米会，我要支持高雄市政府，就给我丢上来呀、啊，丢钱了、啊，还有我谁啦？他说两万呐、啊，两万呐、啊，啊人呢、啊？丢上来的就完了，人呢、欸？走掉了，漂亮，一个小姐啦，一个小姐，小姐他就马上捐给高雄市，高雄市人都丢了，马上就跑掉了。是哦，被秀品秀品是不是？他不要，要捐出来，他就捐出来，他都不要，不要一块都不要。民进党啊，民进党，我看到无？台湾的人民听到高雄登高了，伊家己主动自发，真正的他丢上来我吓一跳，吓一跳。他这个用天机的掉啦，他这样手机直接丢过来，我们一直叫他，他不听，他掉了马上就跑了。真的，来了，黄医师，你看到这高雄人好热情哦，太感动，太感动了。但是我还特别在那边说明一下哦，卫生局他有特别说。我们收了这笔我们的捐款，就是义卖捐款，他会开发票给各位，请你不要丢的好不好？丢了你就找不到人了，请你不要丢的，你把名字留下，地址留下，我们的卫生局会发一个正式的收据给你，报所得税也不要缴那笔钱，我们拜托拜托所有我们的接待的我们的观众我的朋友，那我们所有的捐款都可以报税哦。医师，你刚刚有特别讲，刚刚我们的阿宏哥50岁了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那你现在几岁了？有看过这样的情形吗？我63岁了。我们从以前选举到现在，没有看到这种情形。美照哎，公婆照就丢了，不管是多么热。不管是下大雨都不会走，就是韩国瑜的魅力所在。刚刚我们来的时候，燕宇我们还有遇到下雨。对，韩家军说什么？我们不会离开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都不会离开，都不会离开。这个的号召力，这种吸引力，这种的向心力，绝无仅有。确有其有，画面来跟我看一下了。我跟你讲，有多有钱？有钱的，纯正纯正纯正啊！这一个又拿2000来，不留名字，不拿东西，又丢2000啊！好，公开出来哈，给大家看啊！这就是人民的爱心，人民的爱心哈！等于说义卖，大家东西都不拿。我跟你讲哈，我现在我现在很怀疑强棍大哥，我怎么这怀疑？想让我徛在家，都有人搞起，阿公被挤好啊那个。等起来哦，他大满2000嘛是，哎，拢等的，这就是人民的爱心。民进党。政府你有看到无？民进党政府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人民，人民爱高雄的一群人民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是要买啥啦？强强棍大哥，人民的啦。阿姨，阿姨，200块要给你买你手的那个玻璃娃娃啦。强强棍大哥，你听我。玻璃娃娃。我爱我。马上义卖出去了。哎，你这义卖足紧的呢，足惊人的呢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就是人民，人民啦吼。你唔救，阮家己高雄人家己来救。高雄的登革热无分哪日，高雄的登革热这帮阿要排队，无人知影。所以你唔敬畏阮，人民家己的力量，家己提钱义卖，啊来顾份卫生，来调头这下帮啊。民进党看得清楚啊。这就是人民的心愿。哎，小看一下，阿姨的手拢地钱拢地掉的，你嘛要买了啦？你要买啥啦？真毛黑，真毛黑哦！哎，阿姨，你为倒来？阮高雄，高雄啊！哎，阿姨是安那嘞？怎讲才有人在快开奖秀歌啦？都早晚就知影。看就是啦。阿姨是安那有看到就感动，就侪人甲你收听的。我每场都有到。啊，大家是安那钱拢有赚来就对啦。很感动，钱来呀！光光，我已经抓你掉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没有买光光，吃光光，把钱花光。那你们是高雄人，高雄人也要把东西花光光。对，我们是文山埔的故乡的人。成功大概吼，拢是来一家共襄盛举啦。不过吼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回来，现场物资一直来啦哈，啊，大家钱一直掏出来。是的哈，这边你看，满满满满的人潮，这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地方哦，还这么热情，外面也都是人。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待会儿晚上的时候呢，市长韩国瑜很有可能会现身六合夜市，所以看得出来民众呢都是已经非常的期待了。现在最新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呢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徐富。好，今天
一整天，其实我到了好多的地方，包括了到了爱河，到了莲池潭，到了旗津，就是要来捕获野生的韩市长。不过今天运气比较没有那么好，都没有见到本尊。但据可靠消息，我现在所在的六合夜市好像最后一站有可能韩市长会现身，是不是？少廷议员，是没有这个可靠的线报。其实今天韩市长在全高雄市走动哦，很可惜，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来到高雄的观光客。但是根据可靠的消息，待会韩市长有可能会在那边出现，大家开不开心？宪哥，这个一开始哦，但很多人就说啊，这个高雄来观光，但是也有些人会说啊，我不要你们这些韩粉啊、韩家军。然后，但是今天看到其实这么多的人潮来，对，大家都非常热情，就是都来消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市长有说过，把我们的口袋的钱啊花光光。500、1000都是帮助高雄，让我们这些摊商、这些店家都有哦钱可以赚，这样也是帮助我们高雄的经济啊。那也谢谢全台湾所有的好朋友，今天就是我们哦高雄的观光日，大家都已经来到了六合夜市，哦，从来没有看过大家那么多人，大家都穿着国旗杆。国际装啊，好感动啊，史无前例。这是第一次六合夜市这么多的国旗装在这里，大家自己给一个掌声好不好？红蓝白的配色最标准，我们看到美丽的座舱掌声来，大家熊姐这一个绰号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空军一号座舱长熊姐，大家好，我是空军二号大海和姐。真的是众星云集，我们刚才听到好多的民众就在问说，哇，这个打扮怎么买的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各位好朋友啊，熊姐的这个帽子跟这个领带呢，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是我自己设计，我找裁缝师做的。现在我打算出一款这个呢，由我签上我的名字，还有印上韩国瑜的照片，到时候如果有的话，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好啊，大白小姐，等一下。市长来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你们两个来跟市长一起合唱啊，或者什么的？好讨厌哦！不是，我们现在大百合已经跟他拍过照，真的，我到现在从头到尾还没有跟他拍过照，不公平！每一场都看到熊姐，居然没有拍到照。今天大家真的要各凭本事，希望说来到六合夜市，等一下可能野生的韩市长就会到了现场，那大家把握机会好好的拍照。那我们知道今天其实六合夜市也有非常非常多摊商，而且还好像比平常还热闹还多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从来没有看过哦，那么早就把六合夜市挤爆了，这种感动哦，真的是由内心发自出来的。想不到市长的一句话，全台湾的所有好朋友都来高雄，真的来拼经济，来相挺。昨天他们已经到了。因为怕订不到饭店，那你看啊，现在我们的国旗装已经在高雄遍地开花，过去哦连一只国旗都见不到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代表什么？台湾要翻转了，我们要努力，要加油，要拼经济，要注重我们庶民，好吗？你看徐恒勇韩市长要我们来高雄怎么样？吃光有一个有一个前提哦，要留一点点钱坐车回家，不然你全部花光光，你就回不了家了。哎，我们就住在高雄好了。上庭议员一开始的时候，就当然有一些唱衰的声音啊，就是说什么啊，你们把这么多观光客找来这边，搞不好会群聚感染什么。但我看到这么多热情的民众，根本没有说怕这个说登革热或什么。其实大家到现场才知道，说高雄市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没有错。今天大概从全台各地甚至海内外，我刚才在路上遇到新加坡的朋友、香港的朋友、台湾更不用讲了，宜兰、台北、嘉义，还有哪里？台东，还有呢？台中，还有呢？台中、台北市、新埔，所有全台湾的人今天都到高雄来响应韩市长一日高雄观光日。哇，真的大家都来，而且呢，大家平常在电视上听到或是听韩市长讲说这个路平的政策啊，或是说清淤下水道，今天其实都感受到了，走在马路上，包括了下雨之后，看到这个雨水根本很快就退去，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有感的政绩真的不是空口说的，真的是现场来体验来感受到才知道。还有我已经带了3天2夜的行李来了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所以熊姐要花光光，对，花到一毛不剩为止。政策票钱。不是，熊姐今天带了一个无限卡。哇！
对，那张卡片其实上限多少，其实我也忘记了，把它刷到爆为止。哇，等一下可以想见哦，等一下越晚的时候，包括韩市长来的时候，这边应该是寸步难行。对啊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今天哦，我姓仁草、哦。也是一样啊，因为大家都说要用新台币让我杏仁摊下架，但是我跟他们说，今天的所有收入一元不嫌少，百元不嫌多哦，请大家来领取。那所有的收入，我同意要交给我们高雄市卫生局来防治我们登革热这个疫情。杏仁茶下架，然后让高雄的防疫可以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用下架的金额，我捐杏仁，他们来每个人都有出一份心力，这个也是来力挺高雄，来帮助高雄，是一个很棒的活动。所以我会将这一笔钱啊，一五一十的全部捐给我们高雄市卫生局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响应这个活动。好，看到越来越多热情的民众，真的等不及了。稍待一会，韩市长呢就会从这个中央车站搭着捷运来到了美丽岛站这里，然后直接来逛六合夜市，要锁定中天频道。是啊，大家都会很期待说这个神秘嘉宾大彩蛋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，而我们走下那么维安很重要，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哦，这么多人怎么走进来啦齁，所以我们走入基层来看看呢更多不一样的一些韩家军的面貌。齁，这个是谁？看起来很年轻，你几岁啊？报上名牌。我叫高承恩，我今年20岁，我在高雄凤山。哦，对，高雄人。对，高雄人。学生。对、哦、所以呢很多人虽然说韩国支持者都比较老啦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年轻的嘛，支持韩国瑜。所以你为什么想要支持他？有什么东西打动到你了？他的爱与包容，以及他能体会到我们这些庶民、庶民百姓的心情。哎，好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今天很多人讲说要穿国旗装啊，戴国旗帽啦、啊，你这是要自己 set 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自己 set 好的，就是。是什么样的概念？就是披着披风啊，然后就帅帅的，就像国旗超人一样。然后自己想象自己要怎么出场？你给我走一下台步好不好？来，走一下台步，来。非常可爱，年轻人呐、啊，谢谢。才20岁而已哈。对，来，谢谢。放暑假，高雄在地人，高雄冲观光、拼观光的活动。是，其实现场呢有很多的来大这个姐姐来来。姐姐，你也是高雄人是不是、啊？对，嘿，你姓什么？哦，我姓涂。嗯，嗨，今天看到那么多人来相挺啊，高雄人，很感动。我要讲，我今天要讲的，就是讲，我有听一挂人民咧讲，讲韩国瑜，伊讲想要，哎呀，韩市长想要起来，要做四年的这个市长，为什么那这么几个月就随起来要选市长，选那个总统？对啊。但是，伊要做四年的市长，中央一直甲伊卡袂当来做伊所想的登革热，搁这个机场，搁有诶无诶，伊所要做诶这个物件，钱拢甲伊卡咧，伊无法度通做，伊不得不得爱起来。选这总统，算讲你是嘿高雄人，即马咧你是认为讲有人讲伊是绕跑市长，你听到讲这个无防疫，对，袂使安尼，你爱看讲中央家己卡安尼，卖讲啥，干那讲登革热就好啊啦，干那登革热就甲卡啊，大家伫这咧关钱啊，你看偌可怜呐、啊，剩咧别行迄拢卖讲啦，所以不得不大家出来选，嘛毋是伊家己要出来选，是这人民大家，人民叫他出来选、啊，对，是他是被动的，对，所以呢，韩国瑜也是说吼。他当选之后要在高雄办公啊，对，没有离开高雄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咱今仔日有这个报，今仔日那是总统韩国瑜、韩市长那是选不到，就是咱高雄市的省信，是嘛是咱台湾的省信。所以我而且要甲咱高雄的人民想我清楚，一定爱来个投予这个韩市长，咱高雄这里省信去。好，谢谢。第二，我谢谢市长，市我们很多人想要讲的。市长恭维啦，哈！因为咱今天很幸运，高雄的朋友了啊，也有来自新竹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听说你还有参加新竹场哦？对，有参加。我姓张，工长张。今天为什么想要站出来啊？今天因为我喜欢韩市长。对，喜欢他哪一点？哪边打动到你了？真诚。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和我一样，好。
好喜欢他，我的感性就觉得我好喜欢他。是不是觉得说他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不是高高在上的，是一般民众庶民啊？对，没错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是新竹来，新竹都说比较高级知识分子一点点，而且比较理性一点点。你今天出来也是比较理性一点在挺他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你现在呢，达到现场，如果看到他，你最想跟他说什么？市长加油啊！简短的一句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心柔的力量，温定的力量，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这边呢，又有一位朋友，来来来，你也是高雄人吗？你也是学生之类的吗？我是高雄凤山人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是学生的，我毕业出社会了。哦、你毕业出社会了，哦、你肥料够保养得很好哦。谢谢。那你今天看到那么多人来相挺高雄，有没有觉得说，哎、真的是很感动，嗯，很感动，讲真的很感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雄闷太久，高雄真的闷太久，意识形态。意识形态。对。可是有人会讲啊，都已经换了市长了，你们还会觉得闷太久吗？不会，很快乐。这个市长有在做事，我们有看得到。我住在凤山，然后我们家旁边就是神农路。前阵子的青淤真的改变很多，他的那个市政很有感。韩国瑜还自己去穿青蛙装去青淤呢，有看过这样的市长吗？没有。不要说这样的市长，你有看过穿青蛙装下去下水道的政治人物吗？对对对。哎，问一下哈，你刚刚说神农路，我知道，其实，在去年的八二三水灾的时候，蛮严重的。今年雨其实不是没下，也是有下，可是你说很有感的原因是什么？退很快，而且没有淹水。退很快，而且没有淹水，这很重要。前那边神农路有另外一个外号叫神农溪，只要每逢大雨。路变溪了吗？每逢大雨必淹水。大家去年的八二三可以看到那个溪，对，那个。路整个变成溪，车子今年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青淤很有感啊，这么认真的市长，就是还有人要罢免他呢？没有，有人还要罢免他，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不合理，不合理，非常不合理。这么会做事的人，我们不感谢他就算了，还要罢免他，这样合理吗？好，这也是算是年轻人的代表。对啊，所以的，你支不支持他继续留下来为高雄做事，还是希望他做更多事？我希望他能为我们做更多事，选总统就对了。对，我希望他为我们做更多事情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原来这是住在神农溪的朋友啦，将近神农路了，真的哈。以前呢，在高雄很多人是说，哎，比较闷，有苦说不出。但确实最近呢，支持韩国瑜的人，他们可以讲得出很贴身的有感时机了哈。姐姐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彰化，我是彰化人。嘿，那你姓什么？我姓林。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人了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他的造势我们每一场都必到，因为韩国瑜哈，最挺那个基层。最挺庶民啊，像我这种年纪啊，我今年快70岁了，经过六个总统，都没有一个，就只有那个蒋经国跟韩国瑜这两个，他跟那个蒋经国哈都是一样的，在为我们的基层，哎，基层的百姓，有替那个百姓修啊，这个韩国瑜哈绝对要给上帝的总统府，可以对咱台湾人民哈来给咱做一个后。好让台湾人民让这些基层的大家会当家家户户有钱通啊，有饭通啊吃，有钱通啊栽培这些后代所以讲咱台湾人民哦，恁目睭都要白金，这个韩国瑜唔通放伊去，爱用咱的选票用咱的选票一票一票来甲等，等我韩国瑜入去总统府，韩国瑜当选，韩国瑜当选。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快闪点活动目前在中央公园，可以看到有许许多的韩粉在这边 stand by， 没有错，今天的最佳男主角韩国瑜市长已经抵达了，可以看到旁他是自己手上拿着一个深色的雨伞呢，现在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央公园哦，那许许多的韩粉们在现场大喊着韩国瑜选总统，旗子不要太高。目前是把雨伞收了起来，跟身边所有支持的民众呢都是双手比赞，可以看到许多的韩粉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，但是也很有秩序，大家都说好不要往前冲，因为担心造成市长受伤哦。目前韩国瑜市长呢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目标的咖啡厅，总统好
可以看到呢，韩国瑜呢今天呢主要是快闪活动，所以呢刚刚其实有跟韩国瑜市长试着是否今天有一些的联访呢，他并没有正面的表示哦。那原本进来呢要在墙壁上签名。是因为现场人真的是太多了，因此呢直接是走进来的沙发区哦。目前呢就是跟现场包含议员呢跟立委呢握手致意，接着要坐下来享用当地的美食哦。那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今天呐、韩国瑜呢他真的是准备的还不错，精神状况很好。原本呢今天上午呢也传出说有些快餐店可能出现，但是许多的韩粉们都扑空了，但是他们不气馁啊，继续一路追追追啊。这一站已经是第四站，就是中央公园。接着呢，韩国瑜稍后呢还要从这边步行到捷运的中央公园站，搭着捷运，听说也可能要搭的是米奇或是米妮的专属的捷运列车厢，接着呢要抵达最美的捷运站，就是美丽岛站，再去六合夜市当地也要吃这个美食哦。目前呢，韩国瑜已经坐在了他的椅子上，目前正在看看前面的美食。哦，刚刚吞了一口很大的口水，似乎韩市长也肚子饿了。可以看到其实现场有许许多的韩粉慢慢都涌进来，所以其实现场非常的挤哦。而在后面呢就是高捷的一个叫做小琼的一个吉祥物哦，目前呢是人偶站在后面。那目前韩国瑜呢可以看到大家呢都在前面了、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市长